臭未来的话，下辈子就变成 cat。姑娘，姑娘，难道姑娘好臭啊？你活着下去？你今天躺在我这位置啊？我就躺现在那个地方，乱七八糟，然后他就躺这边啊。然后呢？旁边我把衣服往这边拨，他一看不对劲，下来就跑到上面去了。然后我过一会儿我就出来了，因为我受不了。第一个味道受不了，第二个浑身发痒，臭味感很大。下辈子就变成 cat。讲什么英文的？买个干面，姑娘，姑娘，烦。刚跟我玩的，而且这个时间他也该睡觉了，然后半夜才会起来。他看起来很可爱。不可爱。你咋闭眼睛了？他在那边观察你啊。你很幼稚哎，没看过这么幼稚的。看什么猫？这猫也不幼稚。你有看到它在哪吧？绘画。不觉得眼睛瞪得大大的很可爱吗？不要轻易夸赞他，不然他会骄傲。然后闻什么？然后闻得到吃不到，然后我很爽。他要给他闻酒啊，他要闻呗，这是进口的，这个他骗人的。那是什么？你干嘛？你拿什么给他？闻你，闻你，闻你，闻你。这不是俗，他哪有喜欢闻啊？不要误会人家好不好？我那笑什么？我那，你看那个样死样子，好像很不好意思一样。我那，他哪有很不好意思的？头一直侧过去。你确定他是不好意思还是讨厌你？不是讨厌我，因为我还不会那么乖。怎么那么有自信？会话。他只是想睡觉而已。他到底是不是想睡觉？你拿一个筷子进来干嘛？我要吃饭。饭前先摸一摸他。嗯。不嫌脏吗？我要洗手啊！我一定会洗手的。你看那个死样，娘娘。明就很可爱。去饭，看看这个样子。